了2年半。哦耶！要出国啦！甩尾。我们这一次要去美国西岸加东岸30天，31天。31，对。对，今天是我们的第0天，然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这一趟所有的旅程好玩的景点。没错。对。一定很丰富。一定很丰富。对，然后我们会尽可能尽快更新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你们现在可以赶快追起来，我们会很快很快的更新给你们，而且很多景点都是我们的第一次。哦耶，好多地方没去过。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，今年第一次。好，走吧，那我们就先去 check in 吧。好，耶，蛮快的哦。我觉得里面的空气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爽。我原本以为会麻烦，就是很多什么手续要看，其实还好。结果没有哎、欸，其实很快，30分钟内吧就搞定了。很快啊。对，但现在出国的话，基本上都还是要带那个小黄卡，或者是有用的什么健保快易通。对。对。去美国要打2剂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也很开心。6月中的我们开始就去美国，就不用再出国前一天要去检测了，不用再做 PCR 了。对。你有看到我一直没有在看镜头吗？有，我也在好奇你要买什么。一直在看精品有没有。好好好，去逛去逛。就是之前刻字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嗯，这么巧。护唇膏很好用。你在业配吗？没有，我喜欢。我就是喜欢。你就喜欢04。有花钱的，有花钱的。对对对，一直有一种就是赶快吃一吃，然后就可以睡觉，睡起来就倒了那种感觉。所以今天又穿得特别舒服，这个亮度怎么睡啊？怎么还这么亮？啊，舒服，舒服。我怕我在。好久没办法吃这种家乡味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拿了一模一样。对，花椰菜、米粉、孔肉。你的也是。没错，来看一下。超巧啊！我多了一杯酒在抽。然后现在买机票，我们觉得疫情期间班次比较少，其实贵蛮多的，贵个30%，我觉得应该有。可能3万块的，3万多块可以买到机票，可能大概要4万块。嗯，对，然后所以刚好这一次，我们就把在这2年多不能出国，就刷了我们那个金盏飞行卡。对，我们就直接给他换成那个里程。对，累积里程，然后这次给他一次商务舱，就很划算。尤其长途的这种很划算。对，而且现在长途飞超贵。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挑一张自己喜欢的那个累计里程，然后不会到期的那种。专属个人推荐，没有业配哦。我们用那个新展飞行，觉得还不错。很不错啊。尤其在这种一机票开始涨价，但是它点数折抵没有涨，所以相对非常划算。好，不要吃太多。然后上去可能还在吃。吃一点点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好，等等机上见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次 first class 商务舱。那个傻逼，今天要特别要分开来睡，因为他想要靠窗，所以他就要这样远离我。我想跟你分开。请问是坐商务舱？对。感情不好，感情不好，故意，有隔阂的我们。人生第一次头等舱，哎，不对，我小时候我妈好像有带我坐过，一进来就有气泡酒迎接我。我们一直喝酒的画面，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什么。我觉得他这边很棒的是那个。脚可以伸超长，你们看。它这个台面超大的，椅子就是这种自动的，有没有？自动调整。然后还有充电的，这个一般的那个座位也都有，太完美了。然后我跟我老公分开。好好享受一下哦。
好了，继续来 enjoy 这次的旅程。吃饭时间到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前菜，而且他很贴心哎，先帮你铺好那个桌垫，有没有很享受？然后我刚点了一个气泡酒，我们一直喝酒的画面。老公，嗨，我们是陌生人。老公，我们是陌生人。有约吗？我觉得我等一下喝很多酒，然后就很好入睡了。好，开吃喽！开吃了。就让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牛排吧，鸡上牛排，上一整只的全熟。排了大概45分钟吧，终于要拿到行李了。没错。好，所以我们终于顺利出来啦。轿车，是轿车。我们上车了。对，我们用那个 Lyft， 一个类似 Uber 的 App， 然后它价格好像有时候会比较便宜一点。对对对。好，这个是机场接驳。如果行李没有很多的话，其实搭那个他们的电车是也蛮方便的啦，好像也蛮快的，而且可以直接到那个市中心。等等再带你们去开箱我们的饭店。结果他们出关的时候没有要我们看那个校方卡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看，就只想看我的钱。刚才也是很妙，结果一个香港人吧，香港的海关来帮我问一下。就是说我们要去迈阿密干嘛啊，然后怎么带很多钱啊之类的，他可能怕我们是要去买毒品还是什么吧。不过还好，我聊一聊之后他就放我们走。哦耶，进来咯。进来了一个 pineapple 的世界。你知道我们从这边进来的。对。一进来想说哇，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后门，超诡异的。但没想到它是厕所。对。而且还蛮大的，哎、欸，蛮大的哎，马桶这边也太大了吧？然后反而淋浴间那么小，你看到？啊，对啊，其实马桶放那边算了哈、喔。好了，没有。那这间叫做 Stay Pineapple， 所以它这边一堆凤梨，爱凤梨的朋友们。对，今天还价格也不错，还有这可爱的狗狗。好，晚点再阅读。对，也不大了。你看这边有一个门。对，这边有一个门。这个门是更衣间的门。你看又是 pineapple， 这蛮可爱的。蛮可爱的耶。我们就直接出发吧。啊，大家去看一下大厅好了。抱一个。哦，那能播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好， 好像蜜月了，我们要来蜜月了。
还是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。那你要蘸什么酱？这个还是一点点番茄酱。